为了提高实验教育动力，设定公营实验小学，正式成为台南第八间的实验国小。甲白天内也特别由副市长许玉典、学校主任甲另外七间实验国小的校长做会参与。未来公营实验国小会透过科学、人文、互动、公民素养四个课程，为学生打造上好的学习环境，翻转偏向教育。全国唯一在化成区内学校指定公营实验小学，今日正式成为台南市第八间实验国小，来邀请副市长许玉典、教育局长郑新辉，以及另外七间实验小学校长，甲该校学生共同进行揭牌仪式。市府教育局郑新辉表示，公营国小属于偏远地区学校，透过学校教师形成共识，自我先提出实验教育理念甲课程，实行教育会当无同款的理念，就是能够跳脱现有的一个课纲，它的一个课程规划，但是要教给孩子的那个知识技能跟这个素养的部分，基本上是没有变的，因为孩子总是要学会应有的知识技能，那为面对未来的生活。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差异是在哪里？事实上其实跟课纲的概念是结合在一起，就是情境化，所以管校合一，我想这个是得天独厚的一个特质。那我想我们希望未来校长跟老师确实能够在他们的课程架构下，让我们的孩子学到的是有别于其他的一个学校，变成一个特色。对专业行为实验小学校长蔡坤良表示，未来学校透过科学、人文、互动、公民素养主要等四个课程，为学生打造上好的学习环境。那科学人文探索，我们希望跟博物馆做结合，从博物馆的化石做一个具体的教具，可以延伸学习，包含陆海穿越时空，让小朋友能够做科学探究，将来能够有自己研究的 proposal。然后当小小解说员，用本土、用国语、用英语的语言，这样来介绍他们的研究。将来在博物馆这边有一个定位，培养未来的小小解说员是博物馆的跨域人才。最后，教育局又表示，台南市推动实验教育，有连在虎山等七间实验小学，现在各有公营国小加入，是全国唯一的化成区学校。未来学校甲博物馆会当资源共享，建立一个特有的课程，来翻转偏向教育。记者肖建伟，遮定区采访报道。